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很好久不见。对，我知道，现在我有一点不舒服。哎呀，告诉我，对不起。可是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办我自己的事儿。我要回家，再见，再见。等一等，你知道我是你的很好朋友。你既不需要给我面子，也不需要找个不诚实的借口。唉，因为我打篮球伤了我的后背，所以我的后背一直的疼。哦，真抱歉。不过我实在跟你一样，我有类似的事儿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是。不是因为我打篮球，而是我很老，论年纪，我比你高。为了身体好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为了身体好，我们应该多休息，少锻炼。好，好。现在我饿了，你呢？我想请你去吃饭。不不不，该我请你客了。算你的便，算你的便。嘟嘟嘟嘟嘟，他能去吃饭。